買鋪無非都係為咗等收租、等加租、等升值、博收購重建啦。冠德豐，恭喜先啦！呢度後面一辣嘅地盤嘅時候，17000多呎嘅面積咧，估值18.幾億就申請咗強拍啦，全部地鋪業主啊，好大賺啦！頂硬再投資我哋商鋪基金咧，哇！睇翻嘅時候準備緊呢個文件啦，6月30號截止為止咧，我哋咧。相比其他投資嘅類別嘅時候咧，跑贏咗算咗13%至30幾%啊，即係算係咁啦，會係。你記住啊，6月30號恆指咧，先6月30號再跌多13% 添啊。咁啊，我哋基金其實點做呢？整咗條好靚嘅邊，同你解釋一下。訂出亦都 sign up 去我哋嘅投資商鋪基金嘅 seminar，Q3 目標集資港幣6000萬，到時有機會見你。盛汇首只开放式基金盛汇商铺增值基金于2019年8月推出市场。该基金由李根兴博士创立，盛汇专业团队管理。盛汇致力集资买铺，提升配套及引入优质租客为商铺增值，并为买家提供优质售后服务。盛汇商铺增值基金奉行入三出一策略，截至2022年8月，合共购入地铺70间。售出地铺24间，涉资港币17.1亿，出售获利成交达100%。以下系我哋2022年度截至8月嘅获利成绩。2022年2月22号出售筲箕湾爱民街6至28号新利大厦高层3号铺，售价693万，账面获利153万，升值28.3%。2022年4月4号出售长沙湾青山道195号地下及阁楼，售价2138万，账面获利328万，升值18.1%。2022年6月28号出售筲箕湾金华街61至67号 D1 及 D2 铺连阁楼，售价5600万，账面获利1100万，升值24.4%。2022年7月4号出售湾仔轩尼斯道107号铺。售价6050万，账面获利970万，升值19.1%。2022年8月2号出售湾仔巴鲁士街14号京都大厦地下，售价4600万，账面获利1050万，升值29.6%。2022年8月19号出售英皇道993至997号德利大厦地下15号铺，售价2700万，账面获利700万，升值35%。我哋即将举办基金集资讲座，欢迎报名。